男女贪爱最不净，身体最不干净，九孔流脓，对吧？可是不是呢，人家女人呢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男人就傻乎乎的就过去了，如飞蛾扑火。那女人其实是自己最清楚，对不起啊，我要说一下，女人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哪一点跟哪一点一点都不对称，哪一点太胖，哪一点太瘦，她其他是不对称。可是呢，她就是要把隐藏起来。为什么？女为悦己者容。那男人呢，就是傻乎乎的怎么样，愿意被骗，被骗也爽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形成那种精神的颠倒相。这一切都是在无常。不尽苦，为什么是苦？哎，苦的是乐。你恋爱一定要苦，如果不让他苦的话，就不爱我了。那我就死要让他苦。电话我不接，我不能常接，打来五通，我当然只能接一通。我要让他感觉我不是那么好追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他就苦了。对方越苦，你越乐。越觉得越能证明怎么样爱情的有效性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是以苦为乐，他乐得如此啊！男男女女都这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正在恋爱的人是苦中带乐，乐中有苦啊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。他是茫茫然呐、啊，醉醺醺，像吃巧克力一样醉醺醺，哎、啊，有那种甜蜜的感觉，但是他在享受那个苦。哎，这么苦，哎呀，那这样的苦有什么关系？你是颠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的爱情有效期三个月了，他只有三个月就挂了。你看怎么结婚？结婚的时候，结婚前叫新娘，结婚隔夜叫老婆。你看看，一个是新，一个是老婆。